5月10日，杨洋王楚然恋情曝光后，男方情史被扒，陈情忍受翻车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杨洋与乔欣的恋情之所以曝光，主要是因为杨洋账号曝光了自己的小号，网友扒出了乔欣的小号，里面大量示爱的内容，而且还抱怨杨洋称他不愿意承认两人的关系。当时有媒体特意去询问双方经纪人，双方否认，众所周知，杨洋与迪丽热巴合作过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两人出席活动时小动作不断。如今杨洋恋情曝光 ，CP 粉们纷纷宣布脱粉回踩，杨洋礼青曾合作过《红楼梦》，那时候两人都不到20岁，双方二搭花开半夏时就传出过绯闻，但双方并没有正面回应。至于宋茜和张天爱，网友认为是炒作，杨洋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互动，可信度不是很高。杨洋与赵露思是在拍摄《解释天下》传出的绯闻，后来杨洋30岁生日，赵露思在社交平台晒出蛋糕，有网友发现上面有羊的图案，被猜测是为杨洋庆生，到底有没有恋爱，不得而知。很多人都吐槽杨洋没有担当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